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这个消息爱的手术了后就跟病院交代说有事情就出去了，现在没看那个人了，我打电话给他说他很没用的，说其他的事情就交给其他的医生去处理就好了。哎，不好怕的都开开的，如果要等在这里没吵就不是人了。好啦，莫想想遐济啦，非得吼，即卖金孙的命你救转来啊！啊，你哦，都好好调养，等抱孙吼。也不好惊，莫插的，等抱金孙啦。刘姨啊，你现在你看起敢那无啥欢喜啊？哎，刘姨啊。你应该袂讲不爱哄抱孙哦。我不是不爱哄抱孙，是。是安怎？唔得讲。啊。来吧，爸爸。俺爱的生命是你救的，我袂愿侮辱你。当初是我有答应来发，伊若是会用救起来的性命，安安会平安活落。等伊出院以后，我就必须爱带伊离开，而且我袂用继续治疗。哎呦，哎，这台湾怎这么毁累啦？安安是伊的亲骨肉呢，做老爸救家己的后生。这是应该啊！伊哪会用提这种条件来威胁你啦？既然安尼，这不好囝要逼走家己的后生，安尼用？对啊，你家囡仔交阮两个老来照顾。来吧，爸爸。虽然讲安安是你救回来，啊，不过我不应让伊离开我的身躯边。是嘞，你这个要求我无法度答应你。我明白我的意思，你是要把囡仔留在身躯边，无唔对啦。迄目的是要让你留落来，当继续治疗。相信你大姑啊，是真心的爱你。亲家对你这个未来新妇也真疼惜，你是千万唔通辜负因啦。是啊，如意啊，恁来发爸爸安尼讲哦，真对。你都莫管哦，来发到底给你讲什么，你都放心去嫁。啊，伊若有受啥问题吼，你就叫伊转来找阮两个老阿公，哈。来发爸爸，来发爸爸。多谢您做主任为我牺牲，啊，不过即马代志已经不是您讲的这么单纯了。安安，伊已经予来发做认领了，这户口簿我顶头写得清清楚楚，我若继续留落来，总有一天志工也会发现讲安安伊是来发的亲生后生。我卡免讲阿爸啊，伊即摆甚至连安安这个囡仔存在伊拢唔知影。若是倒一工代志变空啊，我惊伊会受到足大的伤害。我只系讲，你那老来撇免这个问题，我想大姑啊应该是袂去阮家啦。啊，若你未来大官来，看到囡仔。阮就会使甲讲，这个亲戚囡仔，阮得甲导游饲安尼多好啊！哎，对呢，如意，
恁来发爸爸安尼讲真有道理，你着放心啊去嫁，啊，把囡仔留伫咧阮家。啊，过去吼，你感觉我足复杂、足歹处理的问题，着互阮两个老的来承担。搁再讲啦，有这个金孙吼，甲阮做伴，啊，阮以后的日子吼，嘛袂过甲伤寂寞、伤孤单。妈妈，喊过我。你若坚持要离开，我咪去甲陈家讲清楚，不要发来给我白来。看，已经稳定落来，我嘛真欢喜啊。拄只吼，伊伫对我笑呢。是啊，我即卖心肝总算放会开啊。嗯。既然安尼，我看吼，咱的婚期也是如期举行啦，莫讲百事忙好无？如意，你放心啦，等咱结婚了后，我会找机会讲爸解释，咱再甲安安带倒来厝照顾。Man 啊，如意，志刚，我一直无甲你讲，安安伊最后是阿公关关给伊的，伊老大人嘛正替我想，要求甲囡仔留伫身躯边。啊，若是安尼做，啊你刚刚毋是爱分开？安尼敢好？我嘛真唔甘呢。安安是阿公求转来，我嘛无法度拒绝啦。我是想过几年啊，阿因两个老的身体也是袂堪的，阿爸哥应该在小时阵，咱再过来参详。你讲的嘛是有道理啦，只好是安尼啦。啊，那呢，咱婚事的代志，就照你讲的，如期举行。真是的啊。想袂到来吧，竟然做出这款代志出来。如意啊，啊像这款代志，你唔着两早甲我讲才对哦。来花这个囡仔实在心肝真勇，既然要叫老爸替家己关关，伊讲吼，威胁讲用囡仔性命，威胁你袂使嫁予志强。我想拢无咧，来花细汉是足乖哦，足听话。即卖规个拢糟践，变甲即款嘞。家在囡仔救倒转来啊，变你姐也无代志。上加重要哦，是如意甲志强会当如期完婚。要不如意，伊来发过去作为，伊绝对会继续逼你卖嫁入去当家。啊，你是唔当菜面嘞？放心，伊对于你家己幸福，啊，其他代志你再交我处理就好。有志，你放心。这届不管伊安怎逼我、威胁我，我绝对袂阁让步啊！之前我会离开志强，迄是因为我顾虑到，若是甲代志压压菜，会去伤害到伊。啊，不过我发现安尼做，我都解决另外个代志，敢若小来发两头青骨，所以我决心啊，我要勇敢面对问题，让来发知影我的决心。真好，你来安尼想吼，我替你欢喜。啊，目睭呢哦，时间过了足紧的。会记你遐细汉，那你牙齿啊，你还袂牛啊看。哇，今麦这查某囡已经大汉啦，啊，做人妈妈，真紧就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。虽然讲这个过程有较辛苦啦。啊！你也逃避过，不过到尾啊，你也是选择勇敢来面对，我是真替你欢喜。真好，我阿姨，细汉时阵，第一下吃啊，大暗拢是食你面线甲排骨汤。啊，大汉以后，我会感情有问题，
也是你陪我度过上痛苦的那段时间。你对我的照顾和疼惜，就像我的妈妈一样。所以我今天要嫁人啊！我是以一个查某囝，回来娘家要禀告的心情。我想要邀请我阿姨参加我的婚礼。真好。其实恁细汉哦，这大个哦，你让我上放心啦。你的个性好，吼，啊，搁万项代志也要替别人想。啊，嘛是因为你这块的个性，根本受你受到伤害。啊，不过安尼啦，到尾你嘛是嫁着一个真好的翁婿啊，而且恁大哥搁这尔孝你，这真正是吼，甘苦头快活尾。阿姨看你一定会足幸福的啦，多谢我阿姨。嗯。哎呀，你今日阁有足侪条鞋买送的，安尼经济无用啊。好，阿姐我收起来。恭喜哦！等下，安尼我先来去啊。好好好。如意，我送你坐车。你爹来了，嗯，阿幸福，加油。又只讲了对了，来话啦，无遐尼啊简单，就放如意耍。拄只落过雨嘞，嗯。是啊。天气遐尔热，落一场雨多好。就甲你即摆心情同款，雨过天晴。如意，你敢搁会记迄个暗暝？就像即摆天气，即摆这种感觉。你是讲你伫夜车互人欺负，受着委屈，啊，我送你头顶去啊？是着。就是咧暗时，像我感觉这两暗时就是。是啊，就算讲时间过遐尼久，迄个感觉还阁是感觉。一阵大雨刚刚下过，从那寂静的天空，下地上走下星光。照下无限神秘星光，四处无声黑夜散散，万物睡在屋檐中。哇，星星出来嘞！有志，这头地上好哩。你若是伤心的时阵，都会用唱这条歌，那安尼星星就会实现你愿望哦。这毋是你上喜欢的物件，就是我上喜欢的物件，我就要送你啊。可惜，情妇依旧，人事全非。细汉时阵迄款单纯的感觉，已经袂阁当来。我送你的头弟咧，搁伫遐，只是即摆喊你咧笨，所以就甲收起来。如意，我记你当阵有一百度，叫小轩破了产。你当阵我看你足伤心的，所以我就用几暗时间替你修补。啊，一百度感觉搁伫的，当然嘛搁伫的，还是我伤心的记忆。不管怎，遐个囡仔生的代志，拢是咱先大滴怀念的。迄是你下定决心，心情放轻松了，咱唔只我咯去想遐尼侪囡仔时代代志。也毋过，有一件代志你一定唔知影。倒一件？
迄时阵，伫我心肝内，我就偷偷手抓，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你，所以我才安尼啊，过来去连带过。但我不管细汉还是大汉了，我拢无做够。但我不要紧啊，即马好佳哉有志强，我相信志强绝对会做比我搁较好。安尼的话，都弥补我心肝内遗憾。你较可心嘞，啥物时阵会用听到你好消息啊？放心啦，我嘛真紧哦。今仔我要甲志强结婚啊，安安嘛平安啊。希望雨过天晴以后，幸福快乐等你停下来啊。一定的，想的想的哦，一定会来。你还对自己有信心吗？哦，有志，你是我这世人最重要的朋友，你嘛要幸福。一阵大雨刚刚下过，从那寂静的天空。墙壁上照下星光，照下无限神秘星光，四处无声黑夜森森，万物睡在屋檐中，满空星座放出晴光，说出人们永远的梦。阿姨，待会儿你带个车出来，有什么代志？好讲。我是要跟你讲如意的代志啦。你别搁再提起伊啊！来怀，虽然你做一寡无情无义的代志，让大家对你拢足失望的，啊，不过阿姨能理解，因为你从细汉都无一个安稳的家庭，所以你足惊失败，足惊失去一切。在你决定要娶春春，不爱伫如意的时阵开始。你所做的代志，甲这拢有关系。当然啦，阿达事实已经造成啊，今嘛过来检讨讲送对送唔对，是无甚物意义啦。既然你甲如意拢找着家己的幸福，恁个人过个人的啊，所有的温暖吼，都对家化解。来吧，阿姨，知你本性真善良。我所讲的，你应该做会到才对。咱同齐来祝福如意，好不好？阿姨，如意若是嫁予别人，莫讲是祝福伊，就是爱我替伊传嫁妆，我拢做会到。要唔过伊唔是，偏偏要嫁予纯纯因哥，要甲我伫咧等家，强强要无法度生存落去。现在又雄雄拼出一个囡仔，我真的是真怀疑，当初伊把囡仔留落来，甚至是现在跟志强做伙，根本就是为着要保护我。如意的个性你也不是无了解啊，伊若真正要保护你，在你要娶春春的时阵，伊就像你丈人爸讲哦，我囡仔如果你生一年才大年呢。因为这款的保护才真正是保护啊，安尼我才真正会当受到折磨啊。我即摆身躯顶，就好亲像是排滚啊十斤的炸弹咁快。我随时就要烦恼，代志会去让发现会憋空。我这种痛苦，真正是比死更加恐怖，你知影无？我看会出来，如意甲志雄，伊是真心相爱，唔是为了要接我哩，伊才计入去等家。你也是接受这个事实啊？就亲像当初。
接受你要带翠萍这个代志，你莫阁伤害伊，好吗？我用老实甲你讲，无可能。阿姨，你若真正是为着如意好，你就应该去苦劝如意，叫伊莫过去莫耽搁。因为就算我无甲伊阻挡，纯纯伊嘛无可能会有伊好过。纯纯伊是知影我甲如意的代志，也毋过伊并毋知影囡仔即马阁存在。如意伊若真正是过去要耽搁，这着好惨就是，一个耽搁代志也无定时会炸大个款。万一若有一天，这囡仔的代志，互伊发现。到阮丈人遐，到纯纯这关，代志就真正无法度收煞。当初我就已经无想要甲如意有任何牵连，我即马搁较无可能为着伊，放弃我一无简单才得来一切。来华，你是巧巧人。你应该用你的智慧，找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啊，不是讲用伤害如意的方法来处理呀。好啊，我不想要听啊。我即马甲如意的一切，阮的关系，已经是彻底断了。阿姨，我甚至会用跟你讲，即马有伊就无我，有我就无伊，所以你根本未免搁再苦劝。你若想要考，你第一个去考公务员。来换，来换啦！哦，是啦，啊是是啊，啊多谢你啊，袂啦袂啦，好好，我知啊，啊就安尼啊，好多谢多谢，再见哈，再见。爸，你是安怎？你还吐大气啊？亲戚朋友拢敲电话来甲我恭喜啦，哦，啊日子嘛已经滴要到啊，啊这志强甲如意啊，还佫唔肯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，你讲，到即摆我哪会袂烦恼啦？哎呀，事到万一啦，因佫雄雄话讲要延期，啊看要安那向遐尼侪亲戚朋友交代啦，啊，真歹势。到时答案一定会让你失望。爸，你袂当讲你天成国甲叶如意啊！你一定要比过，叫叶如意给咱一个肯定的答案。啊，若无，到时阵见小谢明主的是咱单干。爸，兄弟哦，我带如意回来。阿伯你好。哦，来来来，请坐啊，阿姐。恁两个回来才拄仔好啦，阮拄则咧甲爸讨论，恁到底有要结婚无？所有亲戚朋友拢伫敲电话来问，害爸拢唔知要怎应。啊，是啦，志强、如意啊，啊恁的婚礼啊，啊一天一天要接近啊，啊你嘛我一个困难的答案好，啊若无，我要怎向遐尼侪亲戚朋友交代？爸，我志强，还阁想我来甲阿伯讲一声。好了，好戏要开始了。阿伯，真正就是嘞，因为我家己私人的代志，耽误着大家这么侪时间，然后阿伯这么困了，我感觉足歹势。所以，我甲志强回来，就是想要亲身甲你讲一声实嘞。叶小姐，你这句实嘞，我已经听过几啊届啊。我相信阮爸，伊想要听的不是这个答案。所以我今日来，就是要甲阿伯，还佮有厝内底的人讲，我甲志强会如期结婚。叶如意。
徐医师，我安怎？来话啦，你是哪姓？无啦，无啦，爸。我看你拄只安尼，那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无啦，阿弟，其实我会甲志强如期结婚，迄是因为，即个拢是徐医师甲我斗相共真济。啥？你甲伊如斗相共？无啦，那有这个代志啦，无这个代志。徐医师，你哪会这么客气啦？虽然不是你亲身出面，不过也是透过你的关系，我亲戚的囡仔才会安全把关成功。也是因为安尼，我才会安心决定甲志强如期结婚。所以这讲起来，拢是徐大医师的功劳。徐来吧，你是要做几款代志？无啦，我只是甲讲有这个可能啊。想知影，因会有这么好的运气。拄好拄到有人会用捐肝，这真正是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啊！啊，不过就算是安尼，我嘛是做感激你的，徐大医师，多谢你。来分！春春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人如意亲戚迄囡仔代志，大家拢真烦恼。啊，我嘛有叫来发啦，叫伊一定要共斗三工。啊，即卖已经斗三工着啊！你是怪来话要创啥？叶如意，无你即摆了做，你是谁啊？想要结婚就当结婚，讲要延期就延期，我即摆是安怎啊？归去啊，你莫结婚啊！阮陈家嘛无想对你戆戆说。春春，你哪会到即摆还搁伫气无空啊？我哪有咧气无空啊？哥，是你反气反倒呢？你无怪，咱就哪会怪我？你，志强。啊，是我唔对啊，因为我的代志，予大家遮尔费心。春春，我甲你回信嘞。你咪假神呐！叶如意，我有讲过，我即世人永远拢无可能叫你大嫂。春春，你是真正要惹我对你发脾气？爸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我不管你有啥物原因，我无可能予你来阻碍恁哥的幸福。而且，如意这个媳妇我真喜欢，所以即声大嫂。你是一定爱叫，爸。春春，你别讲落去，这会叫我爸生气啊。好啊好啊，啊如意既然啊决定如期要甲志强结婚，所以咱厝里每一个人拢爱用欢欢喜喜的心情来办这个喜事。而且婚礼就是要搞啊，大家拢要斗相共，知影无？哦，今日怎啊？我去参加一个好朋友啊，因后生的婚礼，啊，伊是办甲真浪漫啦，个真隆重。啊，我听因讲啊，伊是请迄个婚礼顾问公司办的啦。哦，啊，这件代志来我啦，啊，你甲春春啊，替我联络者啊。啥？啥？爸，我知影。志强啊，如意啊，啊，结婚进程啊，啊，沓沓滴滴的代志真多，你咪爱好好准备啊，哦。爸。我知影。要去找婚礼顾问的紧急啊！较免用啊，爸佫问咱代志办了安怎，行啊？要找伊家去找啊！想讲伊要结婚，是咱替伊做遮个代志啊。啊，佫是来教我问你，你之前是一直甲我保证讲，叶如意一定袂嫁予阮哥，啥即摆变作安尼？这我嘛毋知影，我的观察应该是袂无毋对，我嘛毋知影如意哪会雄雄改变主意啊？袂要紧，咱呢佫直接等伊。刚刚一路来，我跟你问我清楚，你是准什么心？魏英姐，绝对袂用在这个时阵，和春春甲如意冤起来。我爱先把代志补好清楚，看如意到底是安怎。那不万一如意和春春逼到忍袂住，把我替宝宝手术的代志讲出来，我就害了。
春春，唔好踮只搞如意湾呐。是安怎？拄则你无看到八姨遐尔欢喜，而且你发脾气，八姨嘛给你骂一拳啊！你即马哪个去加如意？不是颠倒给我爸受气。无你即马意思是，爱我接受伊，然后去替伊找护理顾问。我当然不是爱你接受伊，你带我去把代志了解好清楚，看情形到底是安怎，咱再来想办法解决啦。啊，不过我即马几百都火，我真正足气的。我今日就免甲伊对峙，看即马到底什么情形啊？春春，这是头只烟，无你去找恁朋友啉下午茶，吹冷气啊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恁东家绝对袂莫名其妙加出一个女主人。好啦，啊，不过你若做真心如意哦，伊若坚持要嫁一摆，我一定拿到规个厝变过。是啊，爸爸的代志了顺利解决，那上好啊。我知影啦，如意的婚礼我一定去参加。到时你再来接我。嗯，拜。姐，有志哥。伊咧甲我讲有一个朋友要结婚的代志。那最近这么多人要结婚啊？什么时阵会你甲有志哥啊？你管上济啊啦。姐，你要出去哦？是啊，去征信社看看的啦，看有啥物任务需要支援。你等一等，我有找到一份好好的工课，啊，报到的时阵需要用到户口填本。你敢知影妈户口填本在倒？户口填本，你去妈的房间内底，啊，眠床边啊有一个五斗柜，你拖内底找看卖啦，妈一挂重要物件拢藏在内底。好，我知啊。哟，你足敖的呢，起码足侪人吼想钱要去学校找头路。就侪人安尼挤破头拢挤袂入去哦，哦，你安尼轻轻松松就申请着，这表示哦你的实力真正是予人肯定的。无啦，这敢若是拄啊运气好尔。你是我的小妹呢，这么有才情，你是客气啥？哈？我来去啊哦，啊你家去找无问题吼。无问题。好，来。姐，拜拜。拜拜。家己出来去说你哦。拜拜。那是阿姐知影是大鹏哥帮我介绍工课，唔知安怎呢？还是把户口簿找出来再去讲啊。穿在这里心比啊！这哪有可能？我是妈领领的养女，我不是清新的查囡。为什么妈无甲我讲过？姐拢已经知影，伊是世雄姐干妈生的。那安尼，我的亲生爸母阁是啥？我刚应该问妈这个问题，万一
问因妈给我的答案，我无法度接受，要安怎？我应该，我不应该冲动，我一定要好好啊想一下。为什么我不是妈亲生的查某囝？是妈咪囡仔时代上珍惜、上温暖的回忆，也代表有志干爹对妈咪的关心。叶如意，你昨讲遐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你应付单家患病之计，也是你无拍算要遵守咱两个人的约束？今仔日，爹给我一个解释。我快点要给我机构，所以你是认为我好欺负，把我当作是潘啊，假也答应我的条件，骗我动手术救囡仔。那是你的亲生后生呢，你救伊本来就是应该，什么叫做骗你的？你别再跟我讲什么亲生后生这款话啦，对我来讲，伊只是一个逆中祸端，敢那会带我麻烦？我自头到尾就无希望伊出事过。你即摆把行李捆捆的，看你要去倒，我替你把囡仔转移过去。我讲过，我要嫁予志强，我绝对袂离开这。叶如意，做人爱守信用。明明是你答应我，你讲我会用救囡仔的性命，你就要马上离开这，你是凭什么讲话无算话啊？本来我想要叫你开出来调查去做，啊，不过那是来爸爸爸伊唔肯，伊硬要甲安安留伫个身躯边照顾。伊的目的是希望我会用留落来，卖放弃甲志强的幸福。而且安安会用活落来，那是因阿公拼性命去换来的，我实在无理由通拒绝伊啊。叶如意，你竟然把囡仔交阮爸阿妈，你实在是有够可恶的呢！你们俩总讲我唔知这是你的借口。你根本就是想要留落来嫁予志强的阴谋，代志会变作今日安尼，嘛是要怪你家己啊！若不是你当初时有够自私，无愿意牺牲家己，你今日来爸爸我观光，代志到今日，伊嘛唔知影有安安这个孙，所以讲来讲去，这所有代志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。好，你们给我滚蛋滚蛋！囡仔的代志，你用豆豆才来解决。也毋过，你也马上给我离开，袂用甲志强结婚。真歹势，囡仔伫个遮，我就伫个遮。而且，我嘛已经答应来爸爸爸，我一定会甲志强结婚。啊，若无，伊就会去单家说明一切，代志袂用让你安尼疏言劣变。叶如意，你到底要乱到什么时阵啊？你敢捌想过？你若是把囡仔当阮爸阿妈，嫁
个要动脚了哦。总有一天，这个秘密若爆发，咱两个同款是死路一条。只要你放下你的自私，代志当然有解决的方法。解决的方法只有一项，就是你不用继续要动脚。雪莱芳，我袂阁受到你的威胁，我一定要继续进攻。我袂阁让因为你的自私去受到伤害。情冷暖，愈滚愈袂清，世事往往，最后才看会明。